童在六龟幼儿园长大的孩子，24岁以前未曾看过自己的父母，童年常期盼父母有天能接他回家，但一次次的失落，家变成遥不可及的梦。全家人同享天伦乐，周贝宏与王友珍两人倍感珍惜，因为在结婚前夕，妻子骤然发现癌症，婚礼上双方所说的生死誓言，成为最真实的允诺与应许。哇！哇！阿妈嘞，阿妈嘞，阿妈坏，阿妈坏。走过艰辛，甘甜比所求所想多。六年未经历的完整幸福，没想到成为女婿后，不仅拥有爸妈的爱，还有个性阳光的妻子，现在还喜获千金，成为父亲。朋友们，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真情部落格。今天我们来宾哦，他的身世背景蛮特别的。他从小呢是在很有名的六龟幼儿园长大。其实，在六龟的孩子哦，很多是因为都完全不知道他们的亲生父母是谁，所以呢，一般就跟着养老牧师一样，都是姓杨。不过，今天我们的来宾他有自己父亲的姓氏，可他的身世，他因为从小在幼儿园长大的关系，其实对他这一生都带来蛮大的影响。我们在今天邀请他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做点分享。欢迎周贝宏，贝宏你好。你好。所以刚才在讲到说，大部分孩子在六龟那边都是姓杨，你是姓周，在那边是蛮特别的嘛，吼。是是。所以大概多大的年纪被送到幼儿园去？8个月大。所以当时是家里头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会把你送过去呢？父亲因为跟母亲的年纪有点差距，然后爸爸在邮局当局长，然后当地方的自己局长。哎，这样听起来还不错啊。对，家境是不错。后来是因为妈妈婚后她坚持要出去工作，是就因为但妈妈很年轻，对，很年轻，相差22岁。哇哇！所以就因为这样子，就认识了另外一个对象，对象，对，所以家庭就这样子，那就破碎了。对，破碎了。然后父亲最主要是因为。妈妈就是借爸爸的职务之便呢，就盗刻就是爸爸的官印，然后就是盗用公款。然后后来爸爸也因为这样子就锒铛入狱了，就背了黑锅。对，背了黑锅。对，所以是因为爸爸后来也没有办法照顾你，那妈妈也就离开家里了，不得已就在你8个月大把你送过去。是是是。所以对于自己身旁没有父母亲这件事情，是大概什么时候才比较有意识的？大概是国小的时候，放下学的时候，自己的同学有爸爸妈妈来接，然后我们却是要排路队，一个一个，然后跟着团体的路队。走回去，六龟的孩子都是去念同一个学校。对对对对，都同一个学校。哦，所以放学之后大家就一起排队一起走。60几个人这样走回去，这样子。知道那中间的不同之后，会不会心里头开始有一些情绪就会出现？其实那是一个比较大的家庭模式。对。那所以，可能8个月大就进到那个大环境，所以我的脑海里面的印象，可能那认为那应该就是个家的模式，可是。稍微觉得那个是正常的，对，那是个正常。可是到了国小之后，接触到，原来，正常的小家庭是有爸爸妈妈来带小孩上下学的，所以就对我来讲会是一个冲击了，就会觉得说，那我的爸爸妈妈呢？在幼儿园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比较像是团体生活。那因为早期可能投入这个公益事业的人也比较少，所以大部分都是比较军事化的教育。所以你们叫杨牧师跟师母都叫爸爸妈妈？叫我都是叫爷爷奶奶。叫爷爷奶奶。对对对对。可是他们就也是一对夫妻啊，他们一家要顾你们这么多孩子，怎么顾得来？在照顾上是大部分都是大的带小的。那爷爷就是主要是处理对外的一些活动。杨奶奶的需求。杨奶奶呢，她就比较是持家哦，就是整个家里怎么运作，她就是非常非常忙碌的一个
家庭主妇。那你自己这样子再回头去想这一段成长的过程哦，你觉得带给你一些怎么样的影响，在你的生命或在你的个性上？团体生活其实基本上它会磨去很多自己的棱角，自己内在的棱角，可是内在的情绪会慢慢，因为你越来越大了之后，你会发现很多东西压不下来。是，对对，因为你对家庭的期盼破碎之后，你会有很深层的焦虑啊，还有情绪在。小时候会不会有时候就是在想说，会不会哪一天爸妈有可能来看我，来接我？有，很渴望，可是大部分都是落空了的。对对对，都是每当那个放过年节的时候，看到自己就是说有很多室友或者是他们都有自己的爸爸妈妈来亲友来接他们回去过春节，可是啊我就是没有。可被接回去的孩子生活过得都好吗？跟父母的相处？依照我自己的观察，其实都不是很好，也都不是很好。对，也都不是很好，因为有些家庭哈，可能就是小孩子送来之后，到了他国中要毕业的时候，就突然冒出一堆很多亲友出来。所以为什么啊？我觉得这就是人性的恶吧。我觉得可能就是在比较就是说家庭功能比较不好的环境下，小孩是没有生产力的啊。到了国中毕业之后，到了高中他开始有生产力的时候，他的原生家庭可能就觉得他回去就是一个改善家计，可以帮助家里改善家计的一个好工具，所以就会很乐意的把小孩接走。工具耶。对对啊，我用这样讲，其实是看了很多很多小孩子回去之后并没有过得很好，反而就是说跟他自己的原生家庭到后来也产生了一些裂痕，所以我会觉得这就是回想起来就是这就是让我觉得很难过的地方了。哇，时间过得很快，我跟有真结婚5年了，现在在看到这个手表又想到过去跟你相处的日子。看着父亲的遗物，回忆手心的温度，周贝宏百感交集。当年因为一时的复杂情绪，错过父子相处时光，心里懊悔不已。如今有了自己的家庭，抱着亲生骨肉时为人父的心有更深的体会。当他有一个孩子，我觉得他是很珍惜的，比一些爸爸妈妈也许我觉得还要珍惜啦，因为对他来讲，他曾经被称为成孤儿，他曾经没有一个完整的家，他自己没有享受到的父爱，他想要全部都给他的孩子，所以他很乐于单独要照顾欣欣，他也不害怕，他也不会觉得说啊，我是一个男生，我怎么可以安抚得了这个孩子？他甚至可以独立陪欣欣过夜，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愿意去尝试做爸爸，然后去付出的爸爸。他很会照顾，真的他很会照顾。像有时候在哭啊，还是怎样，还换尿布啊，他就很快都抢第一的。有时候他来学社里面的时候，来我们公司的时候，可能抱着星星，然后可能就用 MP3 放着那个就是摇篮曲这样子，然后放着音乐。他的摇篮曲是奇异恩典嘛，对，然后他就放用他的方式，然后去带星星，然后也给星星很大的耐心跟爱跟安全感。对，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棒的爸爸。周贝宏因为自己在幼院的所见所闻，让他对于父母这个概念其实在情绪上是还蛮矛盾的，而到他慢慢长大之后，也对于自己父母亲的状况开始有越来越多的了解。所以贝宏，你是在什么时候开始第一次看到自己爸爸的照片？我们的个人档案基本上是不会公开的，那要等到我们离院的时候才会给我们看。那我是国中毕业就离开育幼院。那在离开之前呢，院方
的管理人员有让我看过我的档案，所以我那时候才看过我照片里面的爸爸的模样。那有爸爸的名字？有爸爸的名字。看到的那个第一眼的那个感受。第一眼的感受是，从国小到国中这个这么长的时间，历经了很多失落，就是看到自己的爸爸妈妈始终没有出现，对，然后自己没有能力去找，比较心冷了。哦，对对是。不过后来什么时候开始有真的这个具体的想法，甚至想要付诸行动，想说我来试着找看看？是大概就是我退伍之后第一次回到，对对，年纪大，退伍之后回到幼儿园第一次服务的时候，我试着回去找过。那时候有20来岁了，23岁，对，23。后来那个户政事务所人员帮我找到我爸爸的资料之后，他看到我爸爸那个注记栏上面写入监服刑啊，就用那种很不屑的那种，就是很歧视的那种表情，就把资料就交给我说：“哦，这是你爸的资料。”哦，当时其实是蛮难过的。对，那时候都还完全搞不清楚到底是什么样的案由，让他必须要到监狱里头去。是是 是。所以到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有机会跟父亲真的面对面？24岁，大年初二的时候，过年。对，我爸爸大老远从凤山骑着摩托车来机构找我。他自己来找你？对，自己骑摩托车。他怎么还想到说你还会继续待在六龟啊？对，所以因为时间已经很长了，对，已经隔了大概23年又四个月的时间。对，看到了父亲，其实也没有太大的反应，没有太大的反应。对，因为还是不知道怎么反应。不是不知道怎么反应，其实我问我自己哦，他是我爸爸，可是我对他没有任何感情。因为过去失落的23年又4个月是跟他没有任何交集的，因为他没有来看过我，没有一封信一通电话，所以活生生的爸爸出现在我的生活的时候，我反而不知道怎么跟他相处。你有问他吗？因为他其实你说入监服刑不过也就几年的时间嘛，对不对？对。怎么出狱之后也没有再来找你？那个是很比较后面之后，因为我跟我爸爸前前后后大概相处了将近10年了。那后来他住进到龙家，我有时间会去跟他探访的时候，聊起过去的状况，其实他都不太愿意聊，是因为他觉得这是个人生的悲剧。对对，所以基本上对于过去呢，他都是轻描淡写的带过的。后来你们有实际相处吗？有实际同住在一个屋檐下？有，但是时间也不长，大概只有2-3个月的时间。两三个月？对 对, 对。那2-3个月你印象中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其实现在回想起来还真的是有点妙哈，因为从来没有出现在你生活圈里面的父母哈，开始跟你生活的时候，他对你的要求是赶快生小孩，赶快找工作，赶快让我抱孙子。我心里就会有很深的纳闷，说我过去的23年又4个月，你都不曾在我生命出现过，你现在进入到我的生命里面去对我这么多的要求。你会直接跟他表达你在这方面你的困惑，甚至那些不满？不会，因为我觉得可能这也是在团体生活里面把我磨掉，但是其实内在的情绪并没有磨掉，对，那都是自己内在的 OS， 就是心里想都会觉得说，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对，跟我想象回到原生家庭的那个白雪公主的梦不太一样。那刚开始开口叫爸爸的时候，是不是也对你来说也不是很生硬？因为觉得，小时候很清楚知道自己不是孤儿，所以不会叫杨爷爷、杨奶奶、爸爸妈妈。那种坚持是因为我知道我不是孤儿。可是看到自己的亲生父亲之后，我反而觉得叫爸爸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因为那是很冰冷、没有感觉的。那爸爸后来离开是因为生病的关系？对，心脏病的关系离开人世。对，离开前他有特别交代你什么？宁可单身，不要结婚，
因为你不要像爸爸这个样子，落得家破，然后妻离子散这样子，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如果有机会能够报恩，那你就要竭尽所能去报答人家的养育之恩。听到爸爸这样讲之后，对妈妈的感觉就非常复杂了，对，甚至是有情绪在里面。对，因为爸爸过世之后，那个退辅会为了要确认财产继承人，那还农家的主任还问我说，要不要帮我做个确认？我说好，没关系啊。即便那个户口名簿上面已经记载是离婚，是，但是他们为了要确认，是，他就说你妈妈应该结了第四次婚啊，现在在哪个地方？当下我的感觉是非常难过的，因为我不太能接受妈妈这样的一种行为这样子。所以后来有去看吗？后来就没有找过妈妈。那当然因为爸爸的死掉让我对妈妈的应该说是恨吧，放下了，因为我觉得生命的结束让我回去看待这个家庭的破碎其实是蛮荒谬的，但是那是爸应该说是妈妈自己的选择。你那时候有没有一些想法说如果有机会回头去跟爸爸说两句话的话，因为你后来又知道妈妈的情形了吗？是你会不会觉得你想跟爸爸说些什么？过去的十年跟爸爸没有好好的相处，我觉得这也是对我来讲是一种遗憾。人生有很多我们没有办法解决的一些困境，其实我们更应该用信仰或者是伦理的价值去更宽厚的面对我们的生命。因为如果埋怨或者是说仇恨，它只会让你在那一段时间里面留下一个很深的鸿沟，但是生命的终结它会让你看到你做出的一些错误的选择会让你留下很深的愧疚。我们是八月初订婚，一直到八月底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身体不太舒服，这样子。然后，当我一直哭、一直哭的时候，我未来的先生告诉我说：“就是感谢神，我为神活，死为主使，我会陪着你的时候，我就相信上帝会带着我们一起走我们接下来新婚跟抗癌的路。”从订婚的时候，那我们那个就是在带歌的时候，我就想说，哦，我笑得很开心，我终于要嫁了，38岁终于要嫁了。然后呢，而我旁边这一个我不太熟的人，要跟我订婚的这个人就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我还拿卫生纸给他这样子。谈起交往、表白、追求的趣事，周贝宏与王友珍两人脸上洋溢着幸福笑容。这对夫妻一路走来并不容易，因为在婚礼筹备时，太太意外发现乳癌二期，先生却毅然决定陪伴，夫妻俩共度抗癌之路，将誓言允诺。交换信物跟誓言的时候，就是新郎就哭得很认真这样子。那其实外人可能知道的是说新郎非常的感动，然后他今天就是要成为人夫。那但是在我们这两个妹妹的心里面知道说，其实当中还有一份的不舍是他对新娘就是身体的病痛的不舍，还有就是他们也知道未来的路要一起走下去，要彼此互相扶持，所以有背后有这一份是只有我们几个人默默知道的。在基督教的誓约里面有一段是，不论是他健康，不论说他什么样的情况，你都要陪着他。也许很多的时候都是假想的，就是因为还没有发生，所以也许比较容易说好的，我愿意。可是对贝宏老师来说，或是对友珍执事来说，那个时候说我愿意是一个非常真实的，有时候也是非常挣扎的，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现在面临什么样的问题，可是他们还愿意在这个爱的里面跟对方承诺说我愿意。所以我讲这是一个非常不简单的事实。周贝宏呢，因为自己非常特殊的人生际遇，所以对于要不要进入婚姻这件事情，一度他是持保留态度的，甚至呢会觉得有一点点担心，但后来还是选择建立了自己的家庭。今天他的妻子也来到我们现场，欢迎王友珍。
你好，你好。所以你们两个是什么样的状况之下碰在一块的？哦，我们是在一个在职训练的机会当中，因为他在六桂育幼院当教保员，我在立新基金会的安置机构当生辅员。可是我们是在第一次的见面在职训练的时候，没有，只是知道这一个人，可是没有留下太好的印象，因为他就是比较严肃。哦，对对对，所以连太好的印象都没留下。对，而且我就是在那之前刚好知道他是有最高学府的台大的身份，然后对照他的那个严肃表情，就让我觉得说，哎，他是不是一个比较冷酷、比较冷漠的人，高高在上的人这样子？是是是。几年之后，我们又在另外一个在职训练当中，神很特别，就让我觉得对这一个人好像有点不一样的感觉。因为在这过程当中，他的同事很喜欢我，我的同事很喜欢他，所以就期待着我们两个可以凑成对。可是你们在第二次，就是又在职训练又碰到之后，后来关系倒是建立的还蛮快的哈。是真的很快，因为可能一来年纪大了，二来我们对站在信仰的角度，就是分享了很多信仰工作的事情之后，我们就决定认定彼此就是未来的伴侣。那佩虹呢？因为你自己刚刚的分享讲到自己的过去，其实在婚姻这一块对你来说其实很不容易。当时是什么想法就决定接受了？其实我那个跟神做了一个祷告，说如果是你赐给我的伴侣的话，中间如果有任何人拦阻，我就不结了，就不跟他交往。哪知道真的都没人拦阻，就这样子凭着信心，就跟有真结婚了。对。可是筹备的时候就开始发现说你的身体有些状况，对不对？我们是八月初订婚，直到八月底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身体不太舒服这样子。是因为我的惯用手是右手，是我那时候常有一段时间已经很久了，就是我的左手是酸麻痛很严重。我其实是一个很耐痛的人，可是让我不舒服到会有觉得真的不太对劲，那就表示一定有问题。然后因为我的左胸其实有一个肿块，但因为我就觉得他没有很痛，我就觉得我不在意这样，所以就拖过，就搁着。结果一检查出来，就一检查，当天第一次的时候，第一天到医院检查的时候，医生就帮我做穿刺的手术，然后他就说，不太对劲，应该是不太好。当下知道的时候，我先去找贝红，我就有跟他提到这状况，然后后来在做一些检查的时候，也时间非常快，非常短，对，就是确诊我是乳癌二期。所以他那个时间序是你们已经订完婚了，订完婚了。然后要在准备结婚的那个中间，对，一个去确诊说有乳癌第二期，对，那婚礼前一周知道确诊，所以你当时听到太太这样讲，就要结婚了，是，对，是，你那时候要怎么做反应？当然是会有一点震惊，对，但是震惊过后，我就觉得这个都有神的意思，所以我就说，我就跟他讲说，我活着为主活，死着为主死。那其实你就把它当作生病一样，是，不要想那么多，这样是是是。所以你有预期他会给你什么样的反应，会不会影响到你们接下来要不要真的结婚？那时候我去找他，他当下因为那只是还没有确诊的时候，然后他跟我讲说，就是感谢神，然后当我一直哭一直哭的时候，我未来的先生告诉我说，就是感谢神，我为神活，死为主死，我会陪着你的时候，我的心情是放下来的，我就相信上帝会带着我们一起走我们接下来新婚跟抗癌的路，这样子。那贝虹你自己心情上会不会觉得有点埋怨神，就是啊要结婚了，结果太太生病的那种情绪会不会有？可能也是因为环境被形塑出来。因为我发现，如果只是埋怨的话，我没有办法跳脱出那个悲剧。那不如相信神吧。相信神会带。对，不如就相信神，就好像。我之前跟神打祷告一样，如果有人拦阻，我就不结婚。现在神没有拦阻，我要结婚了，那问题就在我了。如果是因为这个缘故我退缩了，那我跟神做的祷告，那就是我自己不负责任了。对，所以我也没有太多的想，我也没有想太多。对，所以就比较正面的告诉他。对，因为我太太是比较比我开朗多了，我比较。我是比较
负面情绪比较多的人，但是很奇怪，当下我的反应其实是两极的，就好像他现在是笑，我现在是哭，可是当时我是比较开心的，比较镇定的，他是比较有一点点淡淡的忧伤的，对。可是反倒在你身上得到平安了，是，对不对？因为你在那个阶段，其实你就是都给神了。所以你怎么跟家人说这件事情呢？从一开始知道有癌症的，有可能身体有状况的时候，就是我有跟贝宏讲，对，那时候我们在订婚嘛，对，然后就跟我两个非常好的代祷同伴跟他们讲，因为我觉得我需要去说出来我的那个。我其实是难过的，你还是有一些出口， 对， 对，你必须要有一些出口。然后结婚后，我也都还没有告诉爸妈。结婚后，对，我928要开始做第一次化疗的时候的前一天，我就跟他说我得乳癌二期，然后明天要做化疗了。对，妈妈当然听得很压抑，但是妈妈也懂我，所以妈妈就讲的第一句话，我觉得跟贝宏的回应很类似。妈妈就跟我说，上帝会帮助我，要我赶快就是。因为礼拜五我本来就要去参加祷告会，然后赶快去教会请牧师为我祷告，上帝会帮助我。所以我同时在妈妈跟贝宏的身上，我得到非常非常大的安慰跟支持。对，而且都是很坚定的信仰的力量在支持。对，然后所以在当天我到教会，然后也才消息出去，大家才知道原来这个新娘其实在婚礼那个时候我就是已经得癌症的。哇，对，所以你其实这么坚强的这个信仰基础是因为家里的关系吗？某个程度上，妈妈对我来讲影响比较大。妈妈虽然有时候没有办法到教会，但是她就会一直不断告诉我们，上帝是我们的帮助，然后我们要常聚会啊，怎么样怎么样，就是她也让我在很多时候看到那一个对神仰望的信心。还有我自己以前在专科团契的时候，自己在跟神建立关系的时候带来的帮助。路德您好，是文丽吗？怎么了？你工作上有什么困难？当年王友珍罹患乳癌时，因为经济压力以及医生建议，于是一边工作一边治疗。同事们目睹他依靠信仰面对生病的过程。有很多人来看他的时候会觉得是他会忧愁啦，会不知道该怎么讲啦。对，但是来探访友珍时才发觉，其实有时候是友珍只是来安慰他们，来跟他们度过一个他们可能不知道该怎么开头的一个探访。他先去剪了一个很帅气的头，然后让自己可以阶段性的去接受，就是他变成小光头这件事情。然后另外化疗还有一个副作用，就是末梢神经会有很痒，然后很刺痛，很像很多蚂蚁同时在咬你那样。每次化疗都要经历这个东西，然后它就是一个高峰，然后再又平缓，然后一个高峰又平缓。它就是顶着光头在跟小孩分享他的生活，然后他去就医，然后打针或者是开刀这个过程，他的点点滴滴，就是变成一个最棒的生命的分享跟教育，然后可以让孩子去珍惜生命。是秀明阿姨吗？是。除了身体病痛，还有医疗费用的困境。好在当时有基督徒主管与同事，以及教会弟兄姐妹的温暖援手，在这个爱的大家庭里走过低谷。以前大姐可能是一个都要去照顾别人的人，然后很多东西都放心里面，不太会去把她的软弱的那一面，或者是爱哭的那一面，就是表现出来。像她前几天也刚才讲说她的。大学的那些同学说，他认识他那么久，从来没有看他哭过。他真的很难过的时候，他就会打电话给我们，或者是传个讯息跟我们说他现在的状况很不好，然后可能需要聊一聊，然后我们可能就会用讯息互通，这样子就是一直聊啊，然后彼此安慰，或者是就讲电话给彼此安慰这样子。在结婚前一个礼拜呢，发现了太太得了癌症。结完婚之后呢，立刻要展开抗癌大作战了。其实这个过程当中，不只是身心，其实蛮受煎熬的。一度在经济上呢，对这对夫妻来说，其实也是一个重担。所以有人抗癌蛮辛苦的哈。一般开始有的那个反应，就是大家可能就是会恶心药物，对，那个我没有，但是吊发一定有。吊发那时候，而且我。
第一次化疗的时候我就掉得非常明显，赶紧问医生，医生说那就表示化疗药对我非常的有效，因为也掉得太多，所以就会有一点点怎么会这么快这样子。对，那再来就是我，可是整个过程我是很舒服的，因为我没有恶心想吐，就除了掉发之外，对对对对。然后可是打到第二种化疗药剂紫杉醇，它就让我有真的觉得好像不是那么舒服。不舒服到什么程度？不舒服到就是我几乎不太能走路，走路就是会觉得好像千百万只蚂蚁在咬你的那种感觉这样子。那会不会因为身体上极度不舒服，心里头就会出现一些负面情绪？不舒服的时候我都一直告诉我自己说，上帝已经帮我们带到一个婚姻，我的先生这么好，要陪着我走前面的路，我的家人，我的朋友，那我就告诉我自己，不管怎么样，任何的状况，我把我的软弱交给神。所以我很承认我自己看到我的掉发会难过，然后我承认我以前我会觉得说我可以撑着，可是我就很真实去看待我这些软弱，然后我就会告诉神说，上帝一定会帮助我。是是是，然后这一路上贝红也都陪着嘛。你刚开始其实太太生病进入到疗程之后，你也工作上生活作息也都跟着做一些调整了。是是，我也辞掉了工作啊，辞掉在幼儿园的工作，然后专心的就是陪着太太去往返医院。是，对对。那时候是住在友珍，住在友珍家，对友珍家，我就觉得好像自己是入赘到别人家去这样。所以你反倒主要的工作是在照顾太太，对对对。那太太反倒还真有去工作，有，我只有开刀，我是化疗三次之后先就是开刀，开刀完我就只有请假一个月。然后我就接着都一直到就是都有上班这样子。哇，对对，这样的状况上班是可以的，所以要很感谢神，让我那时候我的整个身心灵的状态是很好的。然后就是饮食的部分，因为妈妈在，因为我们住在家里，所以妈妈从饮食上面帮助我很大，加上因为刚结婚了很开心这样子，就是找到一个好先生，我觉得这些加总起来就会让我整个的状态是好的，错的。对，可是贝红会不会有压力？因为毕竟生病的是太太啊，然后你辞了工作之后，变成你们两个只有一份收入，然后工作的还是生病的那个人，是是，就是我觉得男生会有压力耶，是是，一定会有压力，但是，很多时候都是靠信仰，对，来转化，就好像我自己也会问自己啊，因为我考公职人员也考了很久，都没有考上，那现在回来照顾太太，然后我只是利用。时间抓时间去准备考试这样子，但是还要接受，就是还要，就是说，我相信旁边的人一定会有异样的眼光，说你怎么可以让生病的太太去工作？让生病的太太到外面工作，然后你自己在家里对准备考试。对，当然这个压力，其实我觉得，我就必须选择放下，因为当我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有时候你不是身处在那个环境的人，你可能不太能理解我们的关系，我们要面对的状况。对，所以我大部分都是选择 OK， 就是放下，不要想太多，然后专注在你们自己的关系里头。是是，可是一方面是压力啦，二方面老实说，经济上面确实会辛苦嘛。是因为我们其实一直有经济压力，我们自己本身原本的，我自己的原生家庭就是有经济压力的，是，对，然后我要负担家里一些的开销，对，然后生病之后呢，因为我一定要打到标靶的药物，我的体质的关系疗程，然后那时候一瓶药。要6万块，我天啊！对，然后我的条件还不到达健保去可以补助给付的部分，所以一样要自费打这个药，所以那时候一瓶要6万块，我需要打7瓶，42万，顿时成为我们很大的负担的时候，我就要很感谢神，成为我们很多人的帮，很多人成为我们的帮助。我开始的时候，就是用信用卡刷卡，但是因为我们的额度没有太高。我就刷了2瓶之后，哎，我们就没有钱了。我一个好朋友知道我的状况之后，他就默默地带了营养品，跟为我奉献一笔钱，那笔钱还不小。再来就是，哎，很多人，我们同事不认识北部的同事，他就告诉我，跟我的主管说，他想要请我们总会为我募款，但是我不敢，因为我觉得很不好意思，因为我向来害怕造成别人的负担，然后我就拒绝了。
可是我就跟我的主管，因为我打到第四瓶药的时候，后三瓶我真的没有钱了，我们能想办法，我有防癌的保险给付完全不够了，我们的生活开销那些完全不够了，我就跟神想我到底应该要怎么办，我就想到一个办法，我想要预支薪水。哦，在我提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的主管随后就拿了一个信封袋给我，那是我们自己机构里面的同工为我奉献的钱，尽管那个钱数字一瓶药不够，但是它对我来讲是意义非常大的，真的。然后我的主管就立刻呈报给我们总会，我需要做这样子的借用的计划，我们总会也非常快非常迅速的批准了我，让我之后先预借了180,000，然后按月从薪水扣支，所以我们就是这些有缺的莫名其妙就有供应，对，有缺的就有供应，包括很多就是我们同事教会的一些的会友知道我的状况，他们知道我很勇敢，很被感动，就默默为我们奉献这样子。所以在那一路过程当中，经济的负担尽管很大，可是神就让很多天使成为我们的帮助。那曾经两人有因为真的没钱的事情会有一些争执或摩擦吗？很多夫妻在这上面是过不去的，你们就都我们倒是没有，而且我们会寻宝，就是因为都没有钱了。如果比如说我们曾经有，我的薪水要进来之前，我们可能身上剩50块、100块这样，然后真的我们就过过这种生活，但是我们也凭着信心过生活这样子。先生讲的说，我们穷的只剩下神，对，然后可是我们就会寻宝，比如说我就去找到他的存折，以前他有很多本存折，里面就有1000、2000、3000，哎，莫名其妙这些钱就出来这样，或者我们有存50块的铜板。哎，我们存了拿出来，存了拿出来，就是我们就寻宝去想办法，我们倒是没有为了钱而起争执。对。那像这样子的状况大概持续多久才有改变？后来贝宏是有在工作吗？ 对，后来就是隔年102年，因为经过教会会友的介绍，然后我就问我说可不可以去他们学校担任代课老师。我从102年担任代课老师一直到现在，看着小孩子出生陪伴着他，我反而会让我觉得过去的那些孤儿的身世哦，真的是云淡风轻的，那真的是没有什么，因为那只不过是生命的一个过程而已。现在看到一个很具体自己过去的一些状况被疗愈了。什么啦？周贝宏与岳母是家里两大主厨，一开始因为生活习惯和语言的不同，彼此有段适应期，没想到两人反而培养出革命情感，彼此斗嘴，互开玩笑时常常斗得全家笑得合不拢嘴。娘喂，我们家蚊子太少了。他们家有一个昵称，我们的昵称就是叫做美华大饭店。美华是他岳母的名字啊，因为他岳母煮饭非常的厉害，然后我们常常去他们家吃美食，所以我们都说我们要去美华大饭店。然后这个大厨的位置竟然可以被大姐夫取代，然后他用很多的创意料理取代了美华大饭店主厨的位置，然后他愿意去这么做，也让他们就是女婿跟岳母之间那个关系更加的那个紧密，教他怎么煮怎么煮，可是他没有按照我的步骤，他都会加些什么这样啊，拢黑白人嘛，我拢甲讲好，我像你白老鼠呢，因为伊煮好，伊就较紧卡来我试，讲安尼会使袂啦，我讲好了，袂歹啦。大姐都会说她很开心，她结婚之后她不用离开她的家庭，她可以一样继续照顾她的爸爸妈妈，因为就是家里面也没有其他，就是一直都是她跟爸爸妈妈一起住。那她其实很期待婚姻，但是相对的她也会很害怕，如果她真的嫁了，她要离开这个家庭，那谁照顾她的爸爸妈妈？可上帝为她预备了一个好的先生，是来到她的家庭里面去，然后也能够跟她一起照顾爸爸妈妈。对于两夫妻来说，整个生命都不停地在经历神的一个过程，尤其因为贝宏本身背景是很特殊，然后后来结婚之后没有多久，贝宏等于又住到你们家了。我觉得你来说也
不一定是容易的事情，是啊，在适应上是独立生活惯了，所以又要再回到另外一个小团体，对我来讲会是有一些适应上的困难。举一个例子讲好了，岳父他比较拘谨，所以他们在家里吃饭的时候碗筷子都要端坐着拿好，不能靠在桌子上。我心里想说这是个家，哎，怎么会是这样的？所以有时候希望吃饭可以放松一点的手肘就不小心碰到桌子，那有真都会用脚，刚开始用脚提醒我说哦 OK 好好，但是几次之后我也就索性的就放下来。那当然父亲对我是比较容忍的，对，比较容忍，对啊。岳母她比较爽朗直率，她不会去要求我这些小的东西啊，生活上的规矩都很注意，生活上的规矩啊。但是妈妈可能在生活上跟我还是有一些意见相处的地方。举一个例子来说，厨房啊，不做菜，我是比较随性啊，那家里有什么就做什么。那妈妈是创意料理，传统料理，我是创意料理，你是创意料理，对。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妈妈都不太苟同我做菜的方式，都觉得我应该要照传统的方式来做。这个就是要配那个啊，对，怎么可以配那个就是那个，哦，对。所以我常常就做出来的结果不是妈妈想要的，妈妈吃了几次之后也接受了。当然，一个厨房里面不可能同时留两个主厨，对。所以我跟我妈的状态就是这样，只要我进到厨房，她就退出来。他在厨房，我就不讲话。对哦，哎，欸，这久了就是你们自己相处的一个默契就出现了。對對對，那有真的看先生进到你们家里头跟父母亲这样相处，有时候会不会也觉得在旁边看得有点提心吊胆，或是会有一些担心？他跟妈妈的相处非常可爱，非常可爱，可爱，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可爱，就是他们都很爱彼此这样子。对，因为应该是讲说一开始我觉得很感谢神透过我们的婚姻修复了很多的事情，因为我哥哥几年前在我们结婚之前意外猝死，对，所以妈妈是爸妈是失去了一个儿子，然后贝宏他是没有爸爸妈妈的爱，从小对的爱照顾这样子。可是神透过我们结婚，尤其特别是他进到我们家的时候，修复了爸爸妈妈得到一个很棒的女婿，然后先生有父母的爱照顾，后来也发现自己怀孕了，对。这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因为我能怀孕也真的要感谢神，因为我结婚的时候已经38岁，然后我有一些妇科的疾病，医生是一直认为我是不太受孕，不太能受孕的，而且癌症又经历过这些疗程，对，在我真正口服化疗药吃完之后，医生就说你要半年那个药的代谢期之后才能计划怀孕，可是哎，很特别，我就后来就意外怀孕了，还没有半年，对，然后我就立刻问了医生说啊，我的时间还没有超过半年，医生跟我说没有关系，我的心是放下来的，可是在那放下来的时间我也会很担心，因为我是高龄产妇，因为我怀孕的时候已经41岁了，你会担心加上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状况，对，可是加上那时候妈妈一开始我在怀的时候很开心，但是在那我才知道怀孕没多久也妈妈刚好一个车祸很严重，所以我都也得推着妈妈，那时候我才怀孕2个多月，所以那在那个过程当中我的心是挂在妈妈的身上，但是我也会想说哎，我自己怀孕的状态是好的吗？可是我与其就像常被我们讲说与其担心还不如就全部交给神，所以后来我就决定把所有的担心比如那个药的影响或者是哎，我在陪伴妈妈的那个过程当中的时候的那个有没有可能造成流产的那个症状，我就决定全部交给神，不然我觉得好辛苦哦，对对，很累，担心不完，对，所以宝宝现在他新生儿筛检完全正常，然后神送给我们是一个非常可爱健康的宝宝哦，对啊，你看哭得这么大声，对，就是他一出来的时候就哭得很大声，医生都还没有拍他，就是一个健康宝宝这样子。那对贝宏来说，做爸爸吼，我觉得以你从小成长的经验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变成爸爸了，然后有自己的女儿，这带给你一些什么样的改变或感动？看着小孩子出生陪伴着他，我反而会让我觉得过去的那些
孤儿的身世哦，真的是云淡风轻的，那真的是没有什么，因为那只不过是生命的一个过程而已。现在看到一个很具体，自己拥有自己神给我们的那个产业，我就会觉得那个生命的疗愈，自己过去的一些状况被疗愈了。对，你会期待自己做一个什么样的爸爸吗？因为你不知道爸爸应该怎么做的那种感觉。是，现在我就是他最大的玩伴，他在牙牙学语的时候，我也跟他鸡同鸭讲。对，我觉得这个是给小孩子一个正面回馈的时间，因为在小孩子生命形塑的过程当中，如果他能感受有人懂他的话，他可能在智能上的发展或者是在人际关系的发展会比较健全，很美好的过程。是是，哇，两位故事很特别。这节目最后还没有特别想要跟我观众朋友来做点分享，有分享好了。借由信仰成为我们的帮助，让我们知道我们的软弱交给神，神的恩典都一定够我们用。而且像很喜欢一段经文，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神赐的那个出人意外的平安就会放在我们的心中。所以相信前面的路再难，一定神都会带着我们走。对啊，这段经文我特别喜欢，就出人意外的四个字，就是你完全想象不到的平安。对对，所以他不是给你需要什么，他给你什么而已，他是给你平安。真的。对，那贝宏，你们要跟观众朋友做点什么分享？我觉得最大的感动就在于那个希伯来书10:12里面有提到，神的管教过去可能你会觉得不舒服，可是回头再看这一段过程的时候，你就会感谢神有这样的管教，抱持着感谢神的心哦，胜过你抱持着怨恨啊、抱怨啊、埋怨啊，好得多。对，所以我觉得正面的心态其实是让你走出低潮，就是说懂得用信仰来交托仰望，然后相信神一定有他自己美好的计划在里面。我觉得这是我想要对观众说的。其实没有真正的孤儿，当你决定要离开神的话，你就是孤儿。哦，我觉得你这句话分享得太棒了。没有真正的孤儿，当你决定离开神的时候，才会是真正的孤儿。而且刚才你们分享到一句话，我觉得印象好深哦，就你都觉得穷的只剩下神啊，真的真的。可是其实没有神，你就什么都有了，真的。对，所以我觉得这句话其实很特别的一句话，而且真的在你们身上看到，我都觉得非常感动，对神的那种信心跟坚定。非常高兴今天来到节目的分享，谢谢，谢谢。神迹对许多人来说是生命当中一次特别的经历，但是对基督徒而言，神迹则是上帝在我们一生当中工作的痕迹。在今天我们听见贝宏弟兄生命的故事，在他的生命故事里有许多不能逆转的事情，不论是原生家庭或者是他亲爱的太太在婚前发现竟然罹患了癌症。当我们的生命面对许多无法逆转的事，幸福亦或者是盼望可以从哪里得到呢？我们总希望这些困难可以被改变，但是改变如何发生在已经成为事实的困局当中？对他来说，父亲和母亲的故事是使他受苦的故事。当父亲因为母亲的原因而入监服刑，从监狱当中出来的父亲与他错过了非常多青少年成长的阶段，这个父亲当过世之后，贝宏弟兄回过头去省视父母的婚姻，觉得父亲实在是一个受苦的父亲。我想透过他生命的分享，我们正是看见亲子之间怎么样跨越一个已经是事实的伤害或者是破损呢？其实朋友的眼光或者是朋友平行的高度是很重要的。当我们的上一辈过去的时候，或者说当我们与上一辈之间有很多无法跨越的心理障碍，很可能是长时间错误的互动所造成的，怎么样能够跨越？当我们是孩子，他是父母亲，这个跨越真的很难。但是在贝宏弟兄的分享里，我们看到的是，如果能够好像是朋友的身份，好像是爸爸的朋友，重新回过头去看父亲他们在那个困难的生命阶段所做成的决定，你会发现好像忽然间我们能够怜悯他，
好像忽然间我们能够怜悯那几十年前与我们都同样曾经年轻过的父亲和母亲，他们不知道该怎么样做决定，也至于做出了让我们受伤或难过的决定。但是我们该如何把父亲和母亲当朋友看呢？除非我们有一个朋友的典范。耶稣曾经在圣经这样说，他说他不要再把我们当成仆人，要把我们当成朋友。这位朋友是为我们舍身牺牲在十字架上的朋友。只有耶稣这个最真实不离开我们这个朋友的典范，给我们有力量，让我们用新的眼光来思想我们的父亲、我们的母亲跟我们原生家庭当中所遭遇的伤害。我邀请你一起为我们所面对的难处、家庭的难处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若不是耶稣来到世上给我爱的能力，我很难从朋友的眼光来看待我的父亲和母亲，来看待我的孩子。但恳求你用耶稣基督的爱放在我的心中，使我真明白透过你无条件牺牲毫无保留的爱，让我能够用朋友的眼光来接纳、来爱我的父母亲，来爱伤害我的孩子。我们为此祷告，愿你垂听，同心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深愿耶稣基督的爱充满你的心。Thank you.